安尼我是要安怎？袂用的啦，干爹安尼我是要安怎？啊，伊生囝伊才我是要安怎？啊，伊心内袂介意我，啊我是要安怎？我唔知我要安怎，安尼我这到底安怎？静姐，静姐，你敢会想过看到中叶罗安杰，想过看见文瑶啊？ 是啊，干爹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是啊，干爹，我唔是这个意思，我唔是挑工地你的背后，讲伊的歹话，也是使人恁两个感情，讲伊反背你，伊是干爹你上重要的人，对我嘛是啊。 三立最新八点档，甜到剧情高潮不断，陈佩琪为了复仇嫁入罗家当起罗家大喜，但陈佩琪却有个悲伤过往，她讲出自己被侵犯的回忆，觉得自己很脏。怪人情，怪梦想，叫我跳到水沟沟。 米谷的情形拢也无较好啊，啊，不过是讲，至少嘛无较歹啦。歹消息嘛是一种好消息啦，所以我也有信心，无得较真紧，米谷就会当成神啦。啊！你先不要，你们冲啊，给我放开！救我！啊！兄弟，给我放开！ 只要想到是你这迄只暗，我都惊到，惊到惊袂出来。可是你敢知影？我今次逐工在洗身躯的时阵，我想一直流，一直流，一直流，我感觉。 我永远无法度洗掉迄个粪扫伫我身躯顶留下的污点，甲我甲你作垃圾的。我想希望，我是不是应该亲像美国同款，什么拢唔知影，但他都无感觉。 哎，我是你的人，较贵我。你莫别讲，你莫别讲。讲起来，这拢爱怪我，怪我跟你受过不义，我一时的疏忽，我叫你们派人去处理，这让你，我这本位怎么叫？受了这款的伤害，拢是我害。我是到底安怎做人的老爸？ 我是一个失败的老爸，我失败的老爸，我真要告失败，我真要失败。你们怕你干爹？你几条都没失败，你是我小坏干爹，是我干爹没落叶。最新剧情中，陈佩琪不满谢陈军对曾志熙过度关心，跟干爹江国斌告状，开始焦虑情绪崩溃。 眼神开始涣散，也质疑谢承君要复仇的决心。没想到却惹了大魔王江国斌不开心，江国斌抱气告诉陈佩琪不可以质疑谢承君，陈佩琪竟然当场下跪，看到这一幕，网友也大惊，长盛好变态，太会演了吧！江国斌和陈佩琪飙演技，最后还安慰陈佩琪继续执行复仇计划，才能早日和谢承君在一起。 伊就是惊讲，万一这件代志啊，变空罗安杰受伤，最是明显啊，伊就是要紧。那你我是要安怎？袂用的啦，干爹，安尼我是要安怎？啊，像我一个人诶，我伊生囝，伊才我是要安怎？啊，伊心内袂介意我，啊，我是要安怎？我唔知，我要安怎？安尼我这里靠边，这里边，谢谢你。
你现在敢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在我面头前说我为亲生后生，为着乱姐，为着一个查某，伊就心存伊甲陈家的使命，甲伊囡仔头啊承担的亲手大婚，甚至是伊嘴去囡家的，爱度过一个育幼艰苦的生活。啊，佮有说二十年来伊经历的风霜，伊的牺牲甲付出，全部拢放袂记，就为着一个爱情。你敢会想过看中迄罗安杰，想过看起文瑶啊？是啊，干爹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。干爹，是啊，干爹，我唔是迄个意思，我唔是挑工弟弟的背后讲伊的歹话，还是使人恁两个感情，讲伊反背你。伊是干爹你上重要的人，对我嘛是啊。哎，起来，起来。文瑶是我的后生，我比任何人搁较了解。伊毋是迄种啊，毋知影轻重做代志无分寸的人。你讲迄件代志，只是伊一个回忆尔，真普通。若真正对伊有啥物特殊的意义，伊就继续藏伫伊的心内。伊哪有需要坦白甲你讲的，对吧？所以文瑶，伊毋是真正去有爱情冲昏头。伊对罗安姐的关心，还佫遐温柔的笑容，我只是为着要报仇，我是演出来尔对无？啊无咧，伊暗暝来找我，伊有亲嘴，等我面甲解释啊。伊讲伊安尼做啊，主要是要完成我交代予伊的任务啊。我嘛认为安尼做做了真好啊。好啦，我也别乱想。